各位朋友你好，到我哋新蒸头咧就见西城啦。咁大家见翻和尚都见咗一段时间啦。咁今日咧过年咧，咁啊见翻阿沈大哥。恭喜各位 fans 身体健康最紧要啊！咁啊工作顺利啦。咩财源广进嗰啲我唔讲啦，我觉得太俗套啦。而家我哋最紧要香港需要安定，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和和啊！呢、這個鼠年啊，搞到我哋豬年、鼠年咧，搞到我哋香港人一動都冇。牛年咧係咪好咧？我唔知道，但我希望大家平心靜氣，唔好再對立、再衝動。大家平心靜氣，化解咗啲戾氣啊，好好地過活啦。同埋，沈大哥最緊要過咗庚子年。其實每次每六十年嘅庚子年咧，中國都係麻麻煩煩嘅。總之我可以講俾你聽，一句講曬啦，我哋香港咧。最重要穩定，大家豐衣足食，生活無憂，社會平和，如果你搞到自己有打自己有，其實就不是一件太好的事。同埋，沈大哥，今日錄音之前咧，就政府有個講法啦，就可能都會有個宣佈噶啦。咁睇下會唔會星期四初七咁就開始咧，就放鬆下少少限聚令啦。夜晚咧就多四個人可能一齊可以食餐飯。咁其實中國人過新蒸頭真係最啱唔食啲嘢，又好似唔知點搞啊！即係講真，佢搞到咁啊，大家都唔想啊！疫症嚇，疫症再加運動咧。就雙重夾擊底下咧，雙上加雙啊！地嘅香港咧，加底口嘅啫，唔係第啲啊冧咗噶啦。其實香港真係已經算係唔錯啦。你唔好講同澳門同啊台灣比啊，比起日本，我哋嘅疫症都唔係咁嚴重啫，係咪？比世界好多地方都好。你話喂衰啊乜鬧咧？當然政府係有啲地方係做得不妥善。但大體嚟講，我哋講翻個公道話咧，又冇外國咁厲害。你睇下英國、美國，話英國啊真係閪大鑊啊！咁所以話咧，成個倫敦都麻煩過香港。你批評得個政府咧，乜乜乜係又鬧，係唔係又鬧咧？我哋係知識分子，有啲地方咧要公正啊，要持平，唔可以太偏。如果你太偏咧。你同專制係冇分別啊！啲嘢是其是，非其非啦。呢句嘢咧，夢紅大師講得最好。我不嬲都講是其是，非其非，中庸之道。如果你哋咧唔敢，一定要極端，兩方面嘅人都係咁嘅，我覺得唔好嘅。結果點咧？兩苦相爭啊！兩界驅魔，同埋最慘咧，有時啲旁觀者咧，都俾佢哋嚼埋嗰陣陰功喎。即係我覺得我唔係好中意偏激。好多世界大事做到禍咧，就係因為偏激，希特拉偏激，墨索里偏激，嚇裕仁天皇偏激，就咁。既然我哋係好反極權噶嘛，咁啊市民點解我哋自己都要偏激咧？係咪？你自己偏激嘅結果點咧？咪又係走向極端。個聖經入邊又有個講古仔，又講呢樣嘢嘅。即係我哋咧就容易睇到咧人哋條針啊，但係自己你隻眼入邊咧有棟梁咧，自己又睇唔到。有個人喺監獄度讀聖經，我唔知佢有冇讀到你啱啱講啲説話。係嘛？你讀㗎？你講呢個經典嚟㗎。魏康先生咧係我好尊重嘅哥哥之一。我成日話魏康唔係作家。佢係智者，個級數高過作家，知嘛？做一個作家係了不起，又如何啫？你做作家做到大文豪啦，好似阿高行健咁，我相信欣賞佢人寥寥可數。其實佢阿高行健啲嘢都幾難睇嘅，唔係難睇，都唔係好易明啊。即係一樣嘢寫到人哋唔明，就係諾貝爾咧。你諾貝爾嗰啲 committee 啲 member 坐喺度，我都同你辯論嘅，係咪？你話俾你聽，你哋唔明，因為你哋凡人，我哋唔明。咁你寫嘅作品出嚟，淨係俾少數人睇，個共鳴影響力唔夠，何偉大之有咧？所以我覺得而家近年嘅諾貝爾根本唔值得我哋去尊重、去認真，知唔知啊？所選出嚟嘅作家作品，
幾乎冇乜人知道。但係我記得你有次講一個故仔嘅細節，我就唔係好清楚啦。所以都問翻下你先。你話咧唔知道 某一個出版界的大哥咧，就諗咗條絕世好橋，就出咗咧諾貝爾全集，由頭就出到落尾，結果咧就出到爭啲破產。唔係絕世好橋，呢位咧就係我老友記咧，我老友記咧，沈登恩先生，台灣就係台灣遠景嘅出版。呢位先生咧。年紀輕，魄力大，衝勁夠，再加衝動。佢係第一個咧，將金庸、魏康嘅小説走咗去台灣度出全套。當時好多人話唔得啦，我哋知啦，台灣佬咧又好牙雜嘅，點解寫即中我們不行啦，寫啦。不過學不是穩常，結果咧就跌曬眼鏡啦，係嘛？你又冇淨鬧共產黨，國民黨咧就黨白股噶嘛。我不嬲對共產黨、國民黨我都唔偏幫佢。我二十年前我已經明呢個道理，我就唔明點解咁多人唔明呢個道理。你睇嘢咧，梗係有主觀啦，但不能太偏激、太主觀啊嘛，係咪？國民黨好，共產黨衰。你咁樣，你做唔到嘢。一期期啦，即係你要同人哋，你要同人哋講談判，你衰，我做乜要同你談判咧？你自己諗下咪。好啦，佢哋覺得我哋香港啲寫法，台灣嘅寫法咧就係懶抒情，即係叫做懶文藝，文藝腔。瓊耀姐姐嗰啲啊，共產黨嘅寫法咧就是、黨腔。即共產黨的黨腔，愛國文學嚇，都兩樣。即係嗱，你哋兩位共產黨又好，國民黨唔好嬲啊！什麼事？我講個事實，雙方都有不時之處嘅，唔好淨係鬧共產黨。國民黨一拍戲，梗係叫到男女喺海灘走，有隻海鷗喺度飛，藍天白雲，藍天白雲，對唔對？文藝腔啊嘛，海鷗就係咧，海鷗啊，即係話俾你聽，呢啲係台灣文藝腔。我哋中國咧。就一定執住拳頭，咬牙切齒，紅塔一樣。自取威虎山。所以你哋大家都唔好笑大家，啊，大家都係咧一十步笑一百步啫。咁香港康咧？香港好啲啊！啊，金庸先生嚟啦。香港咧不嬲就靈活，但係香港壞咗邊度咧？有好冇禁制嘅創作自由。台灣都有啊嘛，嗰陣時。收尾先解決啫嘛。保禁啊嗰啲嘢。啊，我話俾你。但中國香港咧衰咗一樣嘢啦，個中文嘅底子差，因為咧佢係受到英國嘅教育，中文變咗典當，而且咧由細到大我哋咧啱啱中文求其得啦，中文最緊要嘛，最緊要英文揾食啊，嚇嚇，所以咧我哋有好豐好好嘅創作自由。但好難有好嘅作品，就係因為咧一般受教育嘅中文底差，冇乜讀古文，有啲咧香港係中意實用主義，受咗咧唔係啊，你實用都要通啊嘛，你係受咗咧人誤解咗，我哋係魯迅先生，魯迅叫人唔好讀古文啊嘛，咁佢話魯迅都唔讀，我哋讀啊嘛，佢唔明白，魯迅佢哋唔好讀古文咧，係叫佢花多啲時間留意下第二樣，即係因為咧嗰陣時又唔適宜讀古文嘅，因為你變住創造白話文，你明唔明？同埋咧古文嗰陣係唔合時，但係唔係話咧你以後都唔睇古文喎？同埋睇嘢聽嘢睇翻個時代背景啊嘛，咁啊所以咧好多人誤解咗啦，有好自由嘅。創作背景，冇好嘅人才。喺呢個時候，我哋香港咧出現咗兩個偉大嘅揸筆嘅人，兩支筆，一個金庸，一個魏康。走緊唔同嘅路線。一個咧武俠，一個咧奇情科幻。咁我都寫過去講俾你聽，直至目前而家嚟講，包括大陸，包括台灣。都冇兩第二個人超越呢兩個人，任你啊一張係國又好，唔知咩得乜嘢獎啊，科幻獎啊嗰啲啊，小説唔係一定要得獎先得嘅，反而咧得獎嘅小説未必得嘅，知唔知啊？你得獎就係嗰班有得，普羅嘅讀者唔得，
紅樓夢都冇得獎，讀者俾錢買嘅咧，呢、哎這個就是真正嘅投票啦。所以我成日話咧，你嘅老闆唔係嗰班評判啊，咁咪紅樓夢獎啊，俾錢買書嗰班讀者啊，聯經文學獎啊，香港乜嘢青年文學獎嗰班，而係咧。真正攞住先入去，喂！你鬧本書有冇我買嗰啲先係，知嗎？唔需要爭取呢班所謂專家嘅，讓讀者嚟講説話。我不嬲都咁講，你需要嘅係讀者，你需要係讀者對你嘅意見、對你嘅批評，唔使理會嗰啲文學家嘅，因為佢哋文學家咧有個稱喺度嘅。恕我唔係佢嗰啲稱都未必啱啊，但係佢一定話會啱啊佢，因為佢經過大學訓練啊嘛，權威啊嘛，即係你啊嘛，佢理論你論文啊嘛，一定要咁寫啊嘛，倒轉頭寫就唔得噶啦嘛，好啦。但係咧學術可以啊，創作小説咁啊唔得噶嘛，有個冇啊唔得噶嘛，好啦，文字不能夠有冇，內容不能夠有個冇，但係咧度度都有個冇。就香港而家啲純文學咧，係有個冇嘅一班人，一小撮人，即係好似我同學雅思咁。但係雅思好聰明，到佢年紀大，佢覺悟啦，佢翻翻轉頭香港本土啦。佢知道咧，一味埋手喺咩西方文學啊、南美文學啊、魔幻咁啲。我年青嘅時候有種激情、好奇啊嘛，所以我哋中意阿啤科博，我哋中意安保工房，佢中意馬基斯啊，我都迷過一輪。安保工房啊，佢哋喺沙丘嗰度啊嘛，沙丘之旅系系，我哋要睇下当含羞氣睇嘛。佢唔係係咩啫？好啦，到你老咗之後咧，我同我梁炳君講啊，走翻轉頭啦。但可惜咧，炳君咧就英年早逝。如果唔係炳君，佢都走得早，會有好大嘅成就。佢即係佢覺悟。當然我哋會在文學路走，走咗好多冤枉路。所以細你就回頭咧，又見到李立王喺後邊。好，成日揾李立王，李立王，李立王，如果喺你後邊啊嘛，你冇望後，往前走啊嘛。好嘅，燈火闌珊。所以呢篇詞啊，係寫得好。詞唔係淨係温婉、温直、通行啊，係有種意義喺度。係真的，乜嘢我想，那人正在燈火，真係愛情都係噶。在歡愉走盡了你歡愉這個最好就是你老婆所以呢我覺得這句話送給我大佬魏康望盡天涯的份原來都是你果真最好是不是好了等於我們那個情聖查良鏞先生追尋小龍女都追不到了結果到最後遇到阿妹遇到阿妹哎呀這個不是小龍女世間始終你好、啊、所以說人是很過癮的事不好笑人喂為什麼你以前這樣現在變走了冤枉路在冤枉路那裡尋找、啊、種種的驚擊但想來我又覺得其實那條路又不是冤枉的其實是緣和份有些事不經歷過的又沒有今天的當然當然所以我從來不說你沒有但是呢到你某個年紀你還拿著這件事去搞你是傻瓜就好像高雲健那樣傻瓜所以高先生之後沒有東西寫出來了近年好像他真的沒有東西完了一個獎之後根本我看到一個德國的學者寫了一篇文章說什麼你越 Google 嗰度都抄到，佢話咧暗示啊，佢唔係寫得好明啊。暗示 ，these two guys， Mr. Goh Hung Kien and Mr. Mo Yin， 冇料到，唔係，都唔係真正符合應該得到諾貝爾。即係佢意思啊，唔係我講啊，我冇北京之意，即係呢個係德國嗰個學者，識漢即係識中文嘅。尤其 especially Mr. Goh， 佢暗示咗佢嘅品格，啊，即係佢覺得呢個人，唔係叫你做好人咯，你可以做浪子，個良知個格 ，OK， 你可以做滾友，但你做某一種嘢，你有你個良知。喂，你選我啦，我送啲嘢俾你，嗰一類啊。哦 ，OK， 佢就暗示咗出嚟，知嘛？對 Mr. Goh， 係賄選啊，唔係賄選，即係拍馬屁。而家好多噶，啊，向內地嗰啲人拍馬屁，咁就有失誤啦，係咪？咁啊，所以呢位顧教授咧，我好尊重佢，佢咁要挑戰呢條所謂諾貝爾。
尤其是馬如言咧，好多人傍住佢啊嘛。嗯嗯。咁而家高人氣得獎咧，馬如言嘅助力好大嘅喎。嗯。好啦，佢話你唔係真正中國可以得到諾貝爾獎嘅作家。嗯。言下之意咧，即兩位先生唔應該得到諾貝爾。其實佢講啊，唔係我講啊。嗯。其實我都同意。其實我哋台灣，我哋中國內地，嗯。足有好好的作家應該得諾貝爾，嗯，遠在呢兩位先生之上，講運啦，梗運嚟啊，運啦，係咪運嚟啊，運啦嚇。咁啊，不過咧，我諗咧，未來咧都好快有我哋嚇中國嘅作家得嘅，係嘛？即係好似我個人認為言連科先生，嗯，絕對有資格得獎啦。言連科係嚇，絕對有資格。係佢個名好難讀嘅，佢得到咧卡夫卡，佢絕對佢夠打破傳統，係最緊要咧。傻仔沈西城看得明白，嗯，同埋佢寫即係啲鄉村嘢啊，你話咧佢啲奇異嘢有佢嗰手嘅，有經典啊味道咧，嗯，嗰個天津啊馮其才先生，馮其才，嗯，賈平凹先生，嗯，呢啲咧座座係莫言之上啊，嗯，係嘛？又咁啊，台灣就唔使問啦，我都唔明點解人哋唔試下。提名啊，白大哥嗰短篇小説係啊，絕對夠班啊，唔係一定要長噶嘛，卜的倫詩都得啦，係咯，嚇，唔歌詞都夠啦，係嘛？我當然，孫勇犀利，個阿張奶奶未死一定提名啦，而家死咗冇得提名啦，死咗冇得提名啊嘛，張奶奶唔死啦，喺呢個年代佢仲喺度咧，佢有啲機會得嘅。但係女嘅咧，女嘅有邊個可以講下？唔張愛玲，我得張愛玲咗。講嚟講去真係講譯書咩？你想話譯書啊？譯書唔你提名啊？你去提名啊？你提佢都好啊！嚇咁啊！我即係我唔敢講，我識啊！佢我唔評，你去你提名。嗯啊，我唔提住。好咁，你和意啊？啊，我覺得係啊。你作家真係好似講唔到喎。嚇邊個啊？真係講唔到嗰個名喎。張愛玲啊！第二個你揀，我真係揀唔到。嗯，香港啊，台灣啊，都難啊！台灣都難有啲女作家，嗯，瓊瑤啲爭啲啊，瓊瑤唔係嗰樣嘢嚟嘅，瓊瑤爭啲，冇啊，嗰時候三毛又，哎，更加唔得啦，魏可話佢作嘅咯，邊度撒哈拉啫，哈撒拉啫嘛，亂咁作啫嘛，冇，但係都唔緊要作家，但係你作得都好似把柄係真嘅就唔好啦，嗯，你明唔明啊？魏可我咪聽乜都係假噶嘛，三毛唔係撒哈拉嘛，咁係寫作。好多都要作嘅，但又冇感情唔會假啊嘛，即係你感情唔會作啊嘛。作同埋假有兩件事嚟。咁我覺得作就收息啫。我哋女作家咧，近代如果張女士唔死咧，有啲機會咯。嗯、起碼佢提名冇人話你話你笑你啦，你提嗰啲唔啱，笑死你啦，係咪？咁、嗯、你即係冇嚟亂提名噶嘛？但係人人都可以提名啊，嗯、你都可以提名，不過得唔得啫嘛？入唔入到圍啫嘛？係咪使唔使錢嘅咧？嚇，唔知喎、啊。因為我知道你永遠唔會有人提名我㗎，咁我去諗呢啲嘢做咩咧？有曬少少錢都玩啦都。你掌故不能去提名啊！掌故唔係佢提名諾貝爾㗎嘛？係嘛？嚇！你想掌故，你咪寫小説啊？唔係，快啲寫小説啦！唔係喎，雜文散文都可以喎，唔係一定喎。原來唔係一定小説，長官你入散文嗰類咪得？你傻啦！提呢啲做乜鬼啊？八百萬唔係實得嘅，實得去提啊，有八百萬啊嘛，唔係一定，多數唔得去提嚟做乜嘢咧？又唔係代表你好威喎，你提咗名啊？點好多人？我細佬啊，被提名都唔係我細佬威水啊！黐下，百次提名都唔得啊！知唔知邊個啊？你知日本啦，啊，日本啦，又講日本仔啦，百次都唔得。唔係好威啫嘛，有乜威啫？百折不撈啊！但係咧，佢又唔緊要啦，佢係村上啊，真係大佬，唔提名啊，唔入啊，佢收錢啊，收劇、收版税、收到手軟啦，飲下咖啡，係啊，飲打下鼓都唔知幾多人，所以都傻係嘛？不過我覺得佢總會得嘅喎。嗯。啊，嗰個姓馬嘅走咗咧，可能佢會得。係嘛？姓馬嘅唔中意佢，唔俾。呢個難老虎啊！其實一座大山，你話俾我聽，嗰啲漢諾家。佢能夠對我哋中國文學了解得幾多先得？等於你話喂，瑞典文學，我讀瑞典文，我能夠了解得幾多啫？嗯，唔可能噶嘛。
所以你一個咧，你都係一張透過啲翻譯，你一個嗰啲 comment， 全部係瑞典嗰啲人，應該由各地方嘅人都有，先比較公平啊，係咪？你點知咧翻譯有問題？嗯，瑞典人點了解中國咧？我讀 comment， 即係我哋而家讀莎士比亞，嗯，一定唔夠英國，係啊，啱啊，母語啊嘛，對唔對？所以你明嗰個文化啊嘛，所以我覺得點都好啦，呢個高行健，嗯。救雲走去法國，咁佢走去法國得個獎咧，祖國啲人唔憤氣，瑞典佬同波蘭佬又驚，得罪咗呢個米飯班主，咪整救俾佢，啱啱輪到阿莫言，跟住講雲，你真係講雲，魚同埋瞓夾，冇得講，冇得講，有魚有份，呢啲差冇得講，呢個講法 ，OK。